播球的侄子在泰国主场被中国小胖一拳 KO， 差点打出脑震荡，台下的播球一脸愤怒，急匆匆地离开。这是一场在泰国本土举办的中泰对抗赛，由播球侄子苏信对战中国小胖魏明辉。苏信出生在泰拳世家，从小在播球的指点下训练，拥有着79胜的优秀战绩。本次比赛播球也是对他信心满满，认为击败对手不费吹灰之力，